螃蟹，螃蟹，这路蟹吗？哎，这小小风，蚯蚓，对啊，青铜林生态产业区，下雨哦。爬山，先休息啊。在上课哦，上课。啊，拢问，啊拢甜啊。要收。啥货啊，马丁？他在讲说，就是没有名额了啦，哎呀、啊，啊，然后说谁我来挂掉。一条哦，蚯蚓哎。山庄啊。飞鹰山庄啊，哦，440。我蹲在那边，明明就他的地盘。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他嘞，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他这个颜色跟那个石头很像。对啊，我也没看到他。三车啊，哎，是啊，安尼算轻松型啦。啊，背到遐啊！电线杆。上面那一只。好，上面那里，上面那一根，上面那一根有。在哪里？那里有一根呢、啊。上面呐、啊。啊，不用啦。今天风景不错哎、欸。我们拍一个画面的回去。三。好了。再拍几张啊？多拍几张，万一失败。哈哈哈！拍失败。拍照拍照，这边不错啊，这边并不错啊。来摄影，我这边吧。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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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还没放啊，我要整理之后才能放啊。那个好像要加入才能点进去看。没有啊，是吗？哦，看到电线杆了，在这里。对啊，也还好呢，哈，也很远。
看你有在开杠的款啦。嘿，哦，这看起来不错。对啊，蒙布。哦，九九峰。哎呦嘞，像火焰的九九峰。九二一光秃秃。怎么啦？怎么啦嘞？舒服哎，这边嘛算啊，这边算太平区。哎，那边不算太平啊。而且在这边算台中雾峰。九九峰。二。到了。八了八了，谢谢。嗯，有吃的吃的，好吃。哈哈哈！枫叶耶，枫叶开始了，秋天开始。伊拢会往后退的地方，嗯，你几回时阵老话久，啊，你什么时候要这样跳，他这个都给弄好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几岁？哎，好多这个蚯蚓。问一下，好像蛇啊，是蛇吗？它像蛇一样啊。进。哎呦！嗯，螃蟹，你看，这螃蟹。超上了，嗯。哎，螃蟹，多少螃蟹？你看。嗯。我老爸打过了。没了，跟你行了。哦。进来，过去。进去了。哦，这边是休息一下，对。那个谁，那个林奇峰不是住在，因为他老婆不是住在你们家附近。对啊，没错啊，可是他们在园林那边工作哎。对啊，我上次有去那边帮店。哦，园林那边吗？嗯，那你拜五的时候还帮我送面包来。哦，不错哎。顺便带老婆回家。哦。不是吗？啊，这名叫小桂林吗？哦，这座桥不错看。那个很好看，那个是雾，对不对？雾上桥。对啊。山南啊，哦，这个山南。